韩剧女星尹恩惠因和孔刘出演咖啡王子一号店做红，但是关于她的恋情方面并没有什么情况。然而就在近日，现年32岁的尹恩惠在社交网站上大方公开素颜面貌，并发文表示漂亮的妹妹拍的照片好喜欢。照片中尹恩惠一只手拎电话，另一只手就举杯，白皙肌肤清澈透亮。但有眼尖的网友注意到尹恩惠后面的玻璃门上反射出来的是男人的形象，于是猜测尹恩惠可能恋爱中，而且在照片的左边明显有个男人的手臂，于是网友纷纷怀疑女神很久之前就在恋爱了。